第三个问题，修净土法门，同修啊，每一星期一次共修，以作超度、平安、蒙山等形式，是否可以算是杂修？这个要看情形。你看印光大师劝我们念佛人，每一天在自己功课做完之后，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千遍，这一千遍名号呢，不是为自己念的，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世间一切众生。求愿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为众生消灾免难。这个一千遍是代一切众生念的，他们不肯念吧？我们代他念吧。那要问了，我们代他念念，会不会有效果呢？给诸位说，只要我们心地真诚，也能有效果。敬我们一点呢，报答众生恩典，做法修学修法，所以印祖教导我们细细想想，还是有道理。